上周末除了剧场版又出了好多 Gachado 的新消息，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那首先比较劲爆的就是 TV 版中出现的这个新骑士，叫做 Kamen Rider Fire Gachado。其实呢，算一下，这貌似已经是第六个骑士了吧？变身者呢，目前还不知。可以看到他用的这个是新的强化道具啊，叫做 Deluxe Gacha Ignite， 貌似后天12月27日就会上市发售，而有些店铺呢，今天就已经上架了，真的是毫无征兆就开售了呀。那同时呢，官方还公布了明年的新海报，可以看到 Fire Gachado 很帅的站在背后啊，右边后面站的是雷剑的，看来他加入 TV 版也已成定局啊。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Gachado 和 Valvalo 的都带着全新的强化道具，看来这个东西是通用的呀。还有啊，貌似 TV 版的片头曲和动画也要更新啊，这么快就整套更新，这还是很少见的呀。另外一个消息呢，就是 Gachado 也要出番外篇的 DVD 了，记得好像之前 Revice 有出过。那剧情方面呢，是抄了新海诚之前的电影《你的名字》，也就是九堂和伊之濑的身体互换了。那需要完成两张卡牌赋予的一系列任务之后呢，才能换回来。那购买 DVD 还会赠送这两张卡牌。剧中呢还会出现 Gachado 这个全新的形态哦。虽然吸引人的地方很多，但我真的是不怎么想买啊。好，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还是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